往泰国祭拜白龙王之后，29日，环亚公司老板林建业一身素服，带着儿子林孝贤等，到达位于泰国白龙王庙拜祭病逝的白龙王周青南。身为白龙王弟子的林建岳和师母出门迎接，两人拥抱后，师母伤心落泪，而林建岳也在白龙王生前衣物前诚心上香，并得到白龙王女儿亲自加持。谈到白龙王生前的健康情况，林建岳则坦言一直时好时坏，但一直有不少信徒求见白龙王，让他强打精神，也要帮助更多人。师父一路都有时好有时坏，所以即系我哋都几担心，但系师父一路都因为太多人嚟见佢啦，咁你知佢一路都系好辛苦，咁但系佢都系无论如何都想出嚟见多啲人，帮多啲人做嘢，咁所以我哋都一路劝佢，但系佢都好顾唔顾自己，佢都顾即系出嚟。大家都见大家咁样。而白龙王的离世更让林建岳悲痛如失去亲人，只得劝慰师母保重身体，并许诺日后也会常来故地。我做弟子，因为当然就一个亲人走咁样，都大家少咗，都系唔开心咁，所以我谂我都劝阿师母保重身体啊，希望可以即系好好地照顾自己啦。系嚟紧都会多啲嚟吧，即系白龙王庙嘛。都会嚟嘅，都会嚟嘅，都会多谢你。OK， 好，唔该晒，唔该晒。